陛下，我是赵将军，见家抄我当兵。都吃一只大棍啊！吃掉吧，吃掉吧。廖浩川迄个人就是客妹啊！你哪会知影？顶届我就来过啊。客妹讲哦，伊只鸡则是香菇，才袂去予人撸啦。原来客妹真正无出什么状况，行。客妹，李尚。哎，阮客妹嘞，你敢知影伊伫倒位？恁两个白痴哦，伊休哥甲会讲话，你才是白痴诶！我真正上啊，上好是啊。我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你念头连一加一都唔知是偌济哦？是二。我甲你问，一三七五，乘二六九，是偌济？还算几波啊？你话要创啥？我唔知啊。是三六九，八七五。空的我不是空的，我只是内底无啥正常尔，我不是空的，恁那是大白痴。到底要怎问才问会出来啊？要安怎问？就顺应的话啊。哎呦，你伫咧钓鱼哦？啊，你钓几尾啊？确实是戆啊呢，啊，摊后底空空问我钓几尾。哪里你敢知影？杜姑娘伊个人伫倒？哦，钓着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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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别怀疑，住手！住手！我不会啊！不会啊！别再打我们家了！啊，你看，家有美人鱼哦！啊，美人鱼啊！哎，烘起来，好吃！耶，你一个钓起来！陛下，我是赵将军，见家抄我当兵。都吃一只大棍啊！吃掉吧，吃掉吧。